And let me roll along. Maybe you'll let me walk you home. Let's dance. Let's dance. We'll twist down the mashed potatoes too. And you'll live there if you want to do. Let's dance. And let me roll along. Maybe you'll let me walk you home. Let's dance. Let's dance.薰衣草要满满的，然后前面是修道院，很多明信片都在这边拍耶。那么你现在带我们来吃一个就是手工的那个冰淇淋。大家好，我是男朋友泰雷。然后今天我们现在就要去市集逛。然后今天本来就是阿伦，我们本来想说要开，就是骑摩托车。可是之后想想还是算好了，就是怕那个会太累，所以就是我们就直接就开车去了，出发。出发。你要上票，要上高速公路啊。拿个票，然后直接再出发。然后等一下，在最后要出口的地方结账。他结账怎么结啊？他先这边先拿票嘛，对不对？对，然后他就是从看你从哪个点进啊，他就直接计算你，然后拿你的出口。哎，这是不是像以前台？是不是像以前台湾的那种，就是拿票的地方啊？对，但是台湾是有人的。那下交流道啦，等一下一样，阿兰他会用那个票，然后直接去刷那个，很酷哎。因为以前我们台湾是直接有售票员，然后这个没有，这个怎么？嘟嘟呀，去吃凉皮，哔哔，去吃凉皮。啊，有 discount 哦。看啊，很多人在卖草帽这边，然后很多人都是买上这样的衣服。我刚想说什么味道那么重，就是他在卖 cheese 哎，他这边 cheese 超多，一大块一大块的。欧洲的那种女生呢，就喜欢带那种伞，不喜欢带圆伞，就喜欢带那种伞。做镜很美啊。这个花布有普罗旺斯的感觉，超漂亮的。他们都把它买了，然后就是把它当成回去当桌巾，太美了吧。好，现在我们要吃这个，还有炸节瓜、炸鱼的，然后我们要选各二，然后六个五块。现在走过来就是蛮香的。对啊。刚才老板还多送我们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一个鱼，然后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哦，圆的是鱼，嗯，然后那个扁的那个节瓜，长的才是节瓜，扁的那个是茄子。可爱吧？哎，这个市集人超多的。现在我们要买烤鸡。然后去河边吃那烤鸡，感觉蛮好吃。可是 Emily 是说还好，可是还是想要吃看看。气话麦。Hello， 商家铺买的。要不你买的。还剩八只鸡在那边滚动了。然后阿伦他帮我们就是选择用半鸡，他用剪刀剪的，这很快耶。然后他旁边就是卖一些腌制的摊子，然后就是买一碗烤就可以在那边吃。最特别是这个也是柠檬，
它是腌制柠檬，超特别的，台湾没有看到。蛋白加糖做。你说上面是蛋白加那个、哦？就是蛋白打发，然后加糖，跟糖一起打发之后是烤。那这个是什么、啊？这好像是糖果吧，不知道。是哦。没有吃过。好多颜色哦。它有不同口味啊。嗯，就是它这个里面的糖啊，都可以就直接，它是直接煮成，就是一整块全部都是糖。刚 Emily 跟我讲，这个真的是蔬菜。刚才看到这个，就是它是吊床哎，很酷哎，感觉露营可以用。然后下面它是包好的一小个。卖一些手工蕾丝这样子，怎么还有水手服？是因为这边它这个市集啊，基本上啊没有什么亚洲人，应该是说都没有啦，因为这边好像亚洲人比较不知道这边这个市集。然后它是二手市集最外层，就是二手，就在卖二手东西。刚刚我们那边都在卖吃的。Emily 现在带我们来吃一个，就是手工的那个冰淇淋，真的水果做的，好，现在就来吃这一家啦，然后我选的就是这个，你好，新鲜水果感觉蛮厉害的。你们今天吃什么啊？一个芒果 mango 的，那阿仁是吃什么？ Coco。Coco 呢？嗯，感觉蛮好吃的，而且它分量很大，对不对 ，Emily？ 对啊，而且它旁边那个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腌制的。我的来了，我的水果也太满了吧？好夸张啊！很奇花哎、欸，我的，感觉是板头会出现的。它的水坝会控制这边水位啊，然后所以它的那个水的嘴到膝盖那里，不是膝盖，脚踝那里，那很漂亮哎、欸。一堆人在那边消暑，太美了吧！就我们现在在公园这边吃普罗旺斯烤鸡。那你把它丢下去就要绕跑了。这什么状况？ Emily 在下面，然后阿仁还在上面，冷眼看他，什么意思？ Emily 就是 gay 哦，硬要下去玩水，然后上不来，要叫人家帮忙，笑死。他们两个懒惰鬼，他们两个叫我自己下去拍照，自己叫我下去。就是刚逛完市集啊，然后我现在要看一下这边的城堡，走吧。刚刚开车到一个制高点啊，然后这上方就是有一个小的城堡，很像城堡啦，反正就是它也不像是城堡，它就是整个就是把居家然后就是往上面叠，叠得像锥形，所以它层次感非常非常的重，很美，很有那种。宫崎骏的感觉，然后拍完了，要叫他立刻回去了，赶快上车。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就是南方没有蛮知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就是前面全部是一整片薰衣草，然后前面是一个修道院，类似像教堂那样子，超漂亮的啊。薰衣草像满满的，然后前面是修道院，很多明信片都在这边拍耶。啊，现在我们要去那个歌剧院，对吧，米莉？而且我们那个歌剧院那个阿仁，他是说他这个歌剧院是全世界保存最完好的歌剧院。
那他这样子等于是说，他就是这边政府把他规划的非常的好，所以他才这边就全部就围起来。我刚好看他围起来耶。在歌剧院外面呢，大不大一个超大城墙的，所以我刚刚有讲古罗马人以前他们都在这边外面这边，就是我现在所站位置这边可能做买卖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有庆典什么之后才会进去。他们以前的地基耶，还保存着哎！以前的人怎么有办法，就是可以盖成这样子啊？石头那么多，真是以前人是很厉害耶，不累吗？然后刚才那个阿乐有买一个票啊，一个人12欧，然后他又有一个导览，然后他导览的时候就会拿一个这个，然后有那个中文解释的，走吧。Here we go. 以前这边就蛮破烂的，然后现在已经把它改建成这样子。这边还是旧的。对啊，左边那边都还是旧的。只是是不是有什么演唱会之类的、啊？就开始在架一个灯光跟音响。最上面这阶梯啊，其实才是以前的石头。所以下面这些都已经被改装过了，这些都改装过了。你看这是以前的石头，因为其实最上面呢、啊，它就是给一些比较贫穷的人来走，就从这个大门进去。因为它是以就是光景台最高的地方，然后贵宾都从最下面。我住在几百年后有点像。这一片是神殿哎。它就是紧邻在一个歌剧院旁边，超酷的。哎、欸，他们的阶梯啊，很酷哦。它前阶梯分为29跟5，20就是这边前面正前方那个，它是给光显达人在做，然后再9，后面5，然后中间都隔一个那个板子，然后那些比较贫穷的人，然后只能从上面开始走，因为它这样子就是要把那个有钱人跟没钱人分开。什么意思？你看，要进去那个古剧场里面啊，它上面有一个阀门，会挡住人。比较贵族都走下面，然后平民都会走上面。就像古罗马他们那些人啊，就是他们就平常就是在那个城墙外面啊，就在做买卖啊，还是做生意什么之类啊。然后如果是说是真的是有什么表演啊，或者说什么竞技啊，他们才会来入到城里面，然后他们才会过来，然后就是看一些表演什么之类的。可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不大懂那些点，就是说其实说在以前的时候啊，就他们的贫贱啊，就非常也是分得非常非常开，就是官显达人跟一帮平民他们走的路线都不一样。这跟我觉得古代就是中国的一个样子有点像，因为像以前中国也是一样，就是反正会分得很清楚就对了。然后刚才就走过这几个就是城门啊，让我感觉到就是以前古罗马人啊，就是说他们虽然很繁华，可他们的就是体制上面一直都有一些缺陷啊。当然就是说现在的政府也是会有啦，只是说我刚才看到这几个就是城墙啊跟石头啊，这感触也是蛮深的，因为觉得说就是怎么有办法以前的古罗马人就是有办法就是做成这样子的那个这样子的城堡，然后这样子的歌剧院，而且这边是保存非常非常良善。虽然有些地方就是说它已经就是把石头啊什么之类已经用得非常现代化，可是依稀有一些就是石阶地方啊，还是有看到以前古罗马的样子啊，所以就觉得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看到的当下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走吧。刚刚走过来啊，就发现后面有一个洞啊，我也不大确定这是什么。我想说这是以前他们表演的后台吗，还是什么样？有点不大清楚啊。就说战术在这边呢、啊，这个我就有点不大清楚。
明天他们凯旋门嘛。对，这个也是凯旋门。其实他们凯旋门到处都是，只是最有名就是巴黎那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女人。So you want to take a video? Yes.然后我们刚才在 Emily 那边，我们刚刚去完，然后煮一下饭，然后我们要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啦。明天的腊肠，然后还有一些炒饭。等他们吃完就是要睡觉，因为明天一大早六点的就要起来，六点，所以赶快吃一吃吧。Cheers。Yes。